哎，你好。我今天带两个人要来帮你采葱，采葱。他们说他们想要采那边的葱，那个是米还是葱啊？那个是稻米呀。你看，那个是葱啊，那个才是葱啊。对呀、啊，天天吃的东西怎么会不认得？对啊，不认得，真的是吼，葱一长这样多，葱多。可是你们有采过葱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们是爱吃葱的吗？我超爱吃葱，我也很爱吃。太棒了！那我们今天要来帮你们采葱。那既然这样子，我们总不能跟大哥这样子一道一直采吧？那我们要不要来个采葱比赛？每个人一行啊。每个人一行，来个采葱比赛，要不要？要这样，我看到你确定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要甩那个土吗？要啊，也要晃好啊。哎，我这样子算一把而已吗？不是这么多哎。5、1、2、3。哇！哎，我觉得我还蛮得心应手的。我再看一下。1、3、9，哇！我快疯了，4、9，哇塞！是，哇！你太大了吧！5、10，老师还在输，我的天哪！教练，你帮我们看一下。啊，少我们刚刚采的有没有合格？可以，可以。我跟你说，是蛮累的。爸，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洗葱方式，看起来超凉。对，我们都穿着雨衣，我们穿什么润肤霜啊？我们光是想问您，现在在不报的是台风动向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光要进去都觉得很困难，有没有？我天哪，这风雨好大。把那手赶紧，会哦，会痛哎！你确定 ？SPA 的水柱啊，你试试看。确定？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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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腰都好了呢，我觉得。按摩。大哥说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腰肌用法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大哥，狂点头哎！我这可以一人作业，我完全示范给你看，你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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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有什么感觉？大哥是这样，抓到诀窍了。抓到诀窍。谁不知道、啊？我根本就不用导航，我熟门熟路啊！它是在天后宫的正旁边。我跟你说，刚刚说什么？3分钟买回去是不是？我今天3分钟吃完给你看。老板，我要一个综合煎，老板。好，没问题。综合的。我要现吃。对对，综合综合。哇，那个好大鹅啊，好大颗哦，超级大颗。老板，时间尽量还是帮我注意一下。好。我想第一名啦。OK。耶，我今天要找这个蚊香。蚊香可以吃吗？是不是那种什么创意蛋糕啊？我有点觉得好像会有这种东西。你好，好，请问你知道哪里有卖这个？哎，该不会就是这个吧？对，就在这边。就这个？对。
有点太突然出现了，我以为很难找哎。这个是饼干吗？对，饼干，造型饼干。哦，然后你们把它做成蚊香的样子。是，然后还有 OK 蹦火柴这种各种。对。然后这个我刚好看到，这是布丁，对，布丁香草口味的。哇，看一下，哎，还有香草纸哎，高级的。拜托，刚抽到这一张有没有王牌？这个谁不知道？一看就知道，鹿港天后宫旁边呢，就是斜对角就有一家鱿鱼王。你看，第二家我们就到了。你看，第一家，然后第二家，是不是？第二家就到了，直接到了，这么简单的事情。老板你好，这应该是你们的鱿鱼吧？对，是我们家的。简单，对，而且你们家真的是超有名的，我真的随便 Google 都 Google 得到，真的，我刚刚就是靠 Google 走过来的。那我要点一份，好，它有什么口味吗？就是看你要不要辣，要，然后我要微辣，好，微辣。啊，我们那个特色是葱跟洋葱，要吗？好，要，一定要。老板呢是鼎鼎大名的面茶小开哦，第三代，第三代，还是因为你知道面茶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，它已经快要没有人吃了哦。对，然后年轻人也都不知道面茶到底是什么。光听到名字都不知道什么东西。面茶那种有，然后有做过饮料嘛，就是对，因为小时候我对面茶真的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冲泡，热的糊糊的那种包装，我觉得口感对我小时候的我来说没有，我觉得面茶是需要有点人生历练才会懂得吃。对，需要。我长大之后，我觉得面茶很好吃。OK， 那我们是不是要吃一下我们眼前的那个？哎，就把面茶改良了嘛。对啊，没有那么苦的感觉。可以让不喜欢的人重新喜欢。哎，面茶其实真的很美味。对，而且它不是只有冲泡，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。对，你看我们这个冰，你能想象是面茶？哎，完美。我的是什么口味？我的是面茶粉粉 QQ， 上面加了一层海盐奶盖，可以搭配那个面茶。它是奶盖。对，海盐奶盖。超棒的，它的是玉芝芝，它上面就是有芋泥，然后这个是泰式的那个绿茶感。对呀，你这个光贴上 IG 的话，大家都会觉得在哪里？你就狂问，没错。因为面茶吃进去，它就是面茶的香气，我觉得面茶香气很足。对，然后粉粉的。对，因为我们面茶会跟市场不一样，我们制法是不加油就炒，无油比较健康。对，所以你吃这个会比较。提出那个层次感，没错，对，然后那面茶它本身带有一点点很微的甜味，嗯，然后那个奶盖一上去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咸甜之间的堆叠，对，就会觉得这个，对，这个有点无法理解。哎，我刚刚一直以为这个是那个芋头冰淇淋，就它是芋泥，扎实的芋泥，整颗芋泥吗？对，然后呢，你看它就是料有这么的多，嗯，而且它不会混在一起，所以你就是想要吃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子搭配，芋泥配着那个吃，我觉得都很特别，对，就不会让你会觉得好腻，怎么全部都混在一起？嗯，老板这里就是除了冰之外，还有这面茶饮料，冰品，对，这个是宇治，还有搭配那个，这个是泰奶。其实很广，它其实它可以搭配的口味很广，抹茶、泰奶，嗯，还有包括肉桂、对，杏仁。鹿港其实除了传统的东西，它也有传统跟新的东西做结合。很多地方你慢慢玩、慢慢探索，你就会发现不一样。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我们继续吃，然后你继续吃清冰加面茶，慢慢吃，喝水。好，现在我们下次见，拜。你不要偷吃哦。